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人民必答的环节。这节嘉宾就是 Wafi 同我们解答一下啲股票问题噶。Wafi 你好，系你好。提提大家啦，如果有关于正股的问题，欢迎致电嚟2804-6566，又或者电邮到 ask@bschannel.com 噶。首先我哋呢节先听听谭先生的电话。谭先生你好啊。系，你好。想问咩股份嘅问题？教下先嗱，呢、這个月初到到现在咧，嗰、那个点数咧升同跌咧都系差唔多。系啊。咁啊，但系咧呢几日咧就好牛皮喺嗰度，唔上唔落啊。系。咁啊就话到今朝早嚟讲咧，佢应该可以嚼落去咧，达呢一个牛仔症。掉到去22350嘅，但系佢又唔落喎、但系咧嗰个期指咧就成日都保持住高水，咁到底话俾我哋听系做紧乜嘢咧？好明白。咁啊，见到的而且确啊，恒指咧落又唔系好落啊，而家咧都系保持一个牛皮嘅状态，跌紧4点，而家最新系报22583点，似乎咧个势好似转转地添啊，国企指数仲要倒升翻添啊，倒升30点，最新系报10186点。至于恒期指方面啊，谭先生都有提到高水紧啦，咁高水紧16点啦，最新系升紧74点，报22599点，系咪个市况比较淡啲，都好容易夹咧？嗱係啊，依翻嗰個即係市況嚟睇咧，其實就的確呢個月個波幅係好窄嘅，甚至乎窄得嚟咧，其實呢刻大概就22500、22600度啦。咁而呢個位咧，的確好同意翻即係譚生所講咧，就正正係今個月開翻嚟嗰啲位置附近，即係變相成個月嚟計咧係冇喐過咁滯嘅，即係冇升冇跌咁滯。咁啊呢個情況咧，其實係過去呢可能一年半載啦，係真係都好少見，特別係之前嗰陣個市每個月都好大波幅。咁啊呢一點咧係幾意外嘅。咁啊當然點解會咁樣咧，或者呢刻都悶到幾時咧？咁我覺得點解會咁樣咧？因為始終就真係都觀望嘅氣氛比較濃啦，特別頭先提到就成交方面啦，呢段時間係真係都偏少嘅。咁啊，正如都偏少主因都不離翻，即係今朝講過好多次，就係內地同埋外圍方面啦。咁啊，始終外圍又冇事咧，啲假期啦。咁啊，內地都即係未知個資金面究竟係咪好緊啊，各樣嘢啦。咁啊，形成就好拉鋸啦。咁但係你話現階段嚟計，咁啊，究竟個市點樣睇個後市咧？或者要悶多幾耐咧？我覺得有機會係悶埋呢一兩日啦，或者呢一個禮拜度啦。應該下星期翻嚟咧，慢慢會有啲比較叫做方向性出現翻。咁而我亦都好相信咧，呢個方向性咧，其實有機會咧係稍微叫做偏好少少嘅。咁啊，點解咁樣講咧？一方面就真係啦，正如頭先即係譚生留意到一點，就係期指方面可能都呢刻現即係即月都仲係高水緊少少啦，對比現貨。咁而翻下月嘅期指十月嚟嘅，其實都係輕微高水。咁當然高水幅度唔多，咁但係起碼都有個少高水意味嘅時候啦。咁即係意味住大家對後市睇法其實又唔算話太過淡啦。兼且嚟啦，以翻下個星期翻嚟咧，不斷講嘅就係比較有機會令到個市突破因素啦，就係嗰個人民幣嘅一個因素啦，入 SDR 個因素。咁但係當然呢個係咪一定升咧？咁唔一定。咁但係就我覺得機會性多咯。咁所以變相暫時我自己對後市睇法啦，其實又唔算話即係太過差。咁但係就以翻現階段係咁嘅，個市又好窄啦，窄得嚟就不斷喺10天、20天線穿插啊拉腳，而且以翻上下位嚟講咧，更加下邊就50天線22300咧又未打穿，上面23000又破唔到。咁啊不斷都講過呢個半月裏邊，即係由10月中開始到而家咧，其實都係跨住呢兩條線裏邊去走嘅。咁而呢兩條線隨住近期嘅市咁緩之下咧，個幅度都即係個差距越收越窄嘅。咁啊，我覺得窄到咁上下咧，其實係有機會有個突破噶啦。咁所以我覺得等多少少時間咧，應該就唔係太遠嘅。咁所以暫時嚟計咧，我即覺得就與其下邊打唔落或者係殺唔穿所謂嘅一啲牛證啊嗰樣嘢嘅話啦，咁都幾意味住其實有機會係掉頭向上衝都唔奇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現階段嚟計咧，只要個市係嚟緊短期都依然企住50天線之餘啦，更加有機會係乘機可能想上試埋23000樓上，即係100天線嘅話啦，咁我覺得起碼都要翻23500啦，做翻呢一陣嘅目標先咯。好啊，譚先生，你想問指數個睇法係咪都想部署翻啲盈富基金啊等等嘅 ETF 咧？覺得咧就話咧，喺至琴日咁樣夾淡倉，我將嗰只重磅騰訊升到上去157，跟住手佢嗱嗱聲地烏沽都沽唔切，咁即係話大户唔想持咁重嘅貨喺個手上邊啦，即係好倉都睇唔好前景，唔會啊立立完入錢去買唔驚買啦買啦，佢又唔係喎，佢係驚驚地喎。所以我先至覺得有啲疑惑，揾師傅學下嘢先。你真係客氣啦。咁你有冇買其他啲股票啊？冇啊，我專喺度玩緊嗰個恆指嘅喎。哦，淨係玩恆指嘅啫，即係期指係咪啊？
冇其他股份問題啦，係咪？我淨係買牛熊證嘅啫哦，淨係買牛熊證啊，明白。係啊。好啊，咁你都小心啲風險啦，留意翻啊嚇。好多謝曬你嘅查詢啊！我哋睇睇今日上新上市嘅股份啊，咁見到中澳度假啦，呢只股份咧就曾經開市嘅時候高開超過一成啊，比起個招股價1.88，不過而家咧就輕微咧潛緊水啦。咁其實呢間公司咧佢就係做緊咧就物業管理啊，同之前咧 Wafi 你推介過只中外嘅物業咧係差唔多啦個性質方面，但係呢只股份嘅前景你嘅睇法係點樣樣咧？嗱係啊，咁啊，今日另一邊商就即係當個市都冇乜太多焦點啦。咁啊，今日嚟講另一邊商去睇嘅都係新股啦。咁啊，中澳度假，咁啊，今日就上市。咁暫時嚟計咧，其實表現就一般般啦。因為而家就做緊1.87。如果你係以翻佢即係上市嗰口價，即係定價1.88嚟計咧，都輕微潛緊水一線嘅。咁但係其實以翻今朝一開出嚟嗰下咧，本身都高咗成一成，去到2.1嘅呢啲邊位附近度。咁啊，同翻琴日暗盤嚟計咧，其實都差唔多。咁即係都意味住其實曾經都有人追捧過，或者係有個即係少少推高意味。咁但係就升得唔夠強啦。咁啊，當然點解會咁樣升得唔係咁強嘅主因，點解會係啲即係會係點解會咁咧？或者點樣睇咧？甚至頭先即係Tracy問到嘅，可能同自己之前一股裏邊推嘅中海物業2669嚟拼咧，究竟又點樣有個分別咧？咁樣講啦，中澳度假業務咧，其實就同中海物業真係差。差唔多嘅，做一啲即係物業管理為主嘅業務，甚至乎佢比重上去講咧，其實中海物業都似嘅，係大部分咧都側重翻傳統嘅物業管理，即係啲新興啲嘅，譬如 O2O 方面嘅一啲管理平台咧，其實佢就唔係太多做住嘅中澳度假。咁所以變相公司其實今次講到明上市，其中一個主因咧就係攞啲錢咧都係發展呢一邊商，即係有少少同中海物業一樣嘅，想隨住嚟緊可能集資之後咧，有機會都係發展翻呢邊平台，甚至乎咧可能以翻譬如彩生活呢啲嘅方向去發展翻，就係做一啲即係互聯網加物業管理嘅啲概念啦。咁啊都係咁樣做。咁但係就始終本身就點解佢炒唔起嘅主因咧？我覺得一嚟就佢嗰、那個即係佢嗰個背景啦，唔夠中海物業咁強啦。因為以翻中海物業都不斷推介嘅時候都講過，冇靠就中海外集團啦。咁面上無論從個別嘅盤啊，即係項目上講，又唔優話冇生意做之餘啦，更加係不斷呢個行業裏邊所謂一啲問題就係收數難，或者係即係拖數嘅問題咧。咁我覺得喺中海物業嚟講就唔係太重，即係唔係咁嚴重嘅，起碼都有母公司係撐一撐腰啦。咁但係反而中澳度假方面咧。當然不是話佢冇任何即係背景或者嗰樣嘢，但係本身佢嘅即係比較獨立啲嘅民企嘅時候啦，咁相對呢方面收唔到錢嘅風險咧，其實偏高少少嘅，甚至可能項目管理嘅質素啦，都不及頭先講中海物業嗰啲位置咁高，咁所以變相以翻整體佢本身本業嚟計啦，都未必係即係太過理想咯。咁啊，再加埋以翻本身即係你話新股上市呢下嘅情況嚟計咧，點解個價谷唔起咧嘅另一個主因咧，我覺得都幾關翻就係嗰個招股嘅一個情況事啦，因為當時點解中海物業上市？之後咁熾熱嘅反應，或者飆到上咁高嘅水位咧，咁啊幾大程度上在於就係佢分拆出嚟上，即係冇真正喺一手市場咧係集資上市。咁面上到嗰陣時上嗰下貨比較剛啦，咁自然大家搶得比較掉癲啲啦，咁所以形成個勢係比較強啦。咁但係以翻中澳度假始終都係一手特別 IPO 市場集資上嘅時候咧，咁一嚟大家都可以分到貨，全分咁滯㗎啦。咁而且二嚟咧，以翻呢一段時間其實個市嘅氣氛咧，當然唔係話差，咁但係好咧絕對都唔講得。咁面上以翻整個市況又唔算話太旺場。嘅時候啦，咁形成嗰個招股反應又唔算話太過熱烈嘅話啦，咁大家都分到貨，咁自然個價係炒唔起啦。咁所以我覺得有少少咁嘅分別咯。咁所以初步嚟講啦，我會覺得就以翻即係呢刻嚟計，啱啱叫喺翻個水面啦，1.88一模一樣啦。咁啊，暫時點樣睇咧？咁我覺得如果本身係有抽到貨嘅朋友咧。咁當然你話今朝早2蚊樓上2.5冇走到嘅話啦，咁而家走唔走呢？咁始終而家又唔算話真係差得好緊要，只不過冇一個賺幅啫。咁但我覺得都可以仲係 keep 住佢先咯。咁睇下嚟緊呢一兩日或者短期裏面呢有冇機會再炒一炒翻起？因為整個得點就呢下新股上市唔係太熱烈，唔係太過爭貨，咁令到個價炒唔起啫。咁但係好多時啲半新股上市一段時間仔嗰啲咧，有陣時久唔久會炒下，因為本身呢只股份啦唔算太大隻嘅，有機會做呢、這個即係炒作概念嘅，咁所以都可以等呢一下咯。咁如果有機會嚟緊即係再抽上，譬如2蚊樓上嘅，咁我都覺得如果有一成到啊，成鬆啲利潤嘅話，都可以考慮去入户先。咁但係如果調翻轉冇貨嘅話咧，咁啊一樣啦，睇一睇就呢幾日有冇機會係即係假設有得落心少少先至留一留之餘，如果你真係俾我揀到嘅，咁我覺得都係以翻自己推介2669啦，我自己覺得比較好啲咯。Wafi 有同你跟進埋2669嗰個睇法啦，因為都見到2669咧近期個股價都有啲弱勢啊。其實炒完尾咧，雖然你話佢個背景咧，起碼都有個中海喺後面。撐住啦，但你都見到佢喺高位已經係 keep 住落緊嚟啦，即係而家都係喺叫做喺十天線上面啦，不過個勢唔係咁好啊，今日都跌超過1%啦，係咪炒完咧咁？
當然以翻中海物業嚟計咧，其實就有少少啦，因為始終你話上市之後咧都 keep 咗個強勢好耐啦。咁我覺得其實聲音多嘅時候咧，咁點講都要係回一回氣啦。咁所以你見到近呢排咧，自從即係挨近十月啊十一月初翻嚟之後嚟計咧，其實呢大半個月咧都叫做喺高位裏邊做一個整固啦，冇話做一個突破。咁啊兼且以嚟啦，以翻即係呢只股份自己推介嘅時候都講過啦。當然佢嘅升勢係超過自己預期嘅，甚至乎本身咧以當時推嗰下，即係大概一個當時係一個一毫幾推。咁當時嚟計咧，其實嗰個估值咧已經唔係算太平添㗎啦。咁更何況而家咧，即係都有少偏貴現象啦。咁所以你話即係估值都係稍微叫偏貴嘅時候啦。咁我覺得而家整固下其實都好正常。咁但係只要咁講啦，咁我覺得如果以翻即使個位置嚟計咧，以翻早幾日嘅即係低位㗎收市位附近咯，個半到嘅，咁我都一能夠係企住個半樓上走嘅話啦，咁我自己對佢後市睇法都唔算話太差咯。嗯，明白，留意翻呢個水位啦。好啊，多謝曬 Wafi 你嘅分析，同你做翻申報。頭先講過股份，請問有冇持有㗎？都冇嘅。大晒一息，但系转头翻嚟有多节嘅问答环节，阵间再见啦。